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打野服呀哥。 掘墓人在哪里？出过跟一直出那也不一样，出过肯定是出过的。哎，这也能这不这一板挑开着我。 你是不是不怕死？我发现你还敢出来，还敢在这挖坟。你给我回家！嗯，耀光了。 也不太行，插个眼儿了。这波俺们没法上去跟这个掘墓人对拼，不要被他易到了，易到了我估计我都快死了。老大哥，老大哥，这波咱可去不了了啊！我吃他两个儿子，还能吃个针眼儿。 是他几个小儿子，你看，这劫不给你报仇了吗？操了，本来这俩兵都能补着的，完了，断我节奏，完了。 压换压，我跟你说，这边这个兵线啊，那咋那么多针眼呢？都谁的眼啊？我怎么排了一个针眼，又放了一个针眼啊？这么有钱，跟我俩在这批发眼是吧？ 先来个这个，出个皮还。
Now. 적을 처치해서 아군이 당했어. 哎，这是咋发的？完了，全死了。Triple kill. 区区好低哟、哦！再见，打假猴吧！我拿棒敲你老婆，算了，没打死。这个掘墓人的操作就不对，瞎撇技能。正常应该是什么呢？我 EQR， 然后呢，他别着急，他先放 R， 然后呢，我 W 以后他别动，别动以后出来呢，他等一等，哎，他等一等，他再放 E， 然后再 W 框住我。当然那没有用啊，他已经死了，那就他就扛不了那么长时间，我 EQR WAQR 他就死了，也不能赖他，其实这也确实不能赖他，毕竟我们还是太懵了，太懵了。你们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吗？我出完女神链以后大概率啊，要么就回家直接就三项，要么就不出药了，这打他们连血瓶都用不着出，我天生比他们少250滴血。因为我不给他机会耗我。带几个儿子在那干什么玩意儿呢？那我们就杀这佛爷哥吧。闪现了，他不值钱，佛爷哥值钱呢。佛爷哥431呢。你敲我，我杀不了，溜了。제압되었습니다저를처치했습니다지금은싸우면서얻는법이지别点了，哇！不会吧，不会吧，他敢打峡谷先锋哥哥，哎呦我操，这不把他逮了，
这不把他给抓死，我天哪。一看那佛爷哥就是个躲着，给我先杀佛爷哥，漂亮，再杀刘，给口肉吃，漂亮，兄弟们，把他老婆给我打死。杀了，卡牌也得死，完美越塔。把这线儿推进去了。嗯，这怎么又死一个呀？我们是800块钱，这不能给啊！这是装甲猴的，哎，刘哥，靠！这么多人儿，再装一会儿好。说实话，装的还是时间短了。再装一手甲猴，再装一会儿，多装一会儿好。其实亏了，我们是800块钱，被谁给杀了？这是800。被佛爷哥给杀了。佛爷哥挺肥呀，佛爷哥可是真是肥。我干死他！没用，他们家佛爷哥也都是捡的人头，俺们家所有人的整体实力全部比对面高。女枪已经不玩了，女枪给我整了个女神之刃，附加4把短剑，4把长剑。你看那佛爷哥，就即使杀这么多人，他打俺们家艾克都打不过，所以这把对面赢不了，太难赢了。别吸我了，不要让你老婆再吸我了，我受不了了。他们家这人咋这么多呀？哎呦，漂亮！我马上到。给我杀刘！手下上他，你干啥呢？你有金身是吧？算了，你有金身，你有金身你好使啊。你有金身你多啥呀？你是多个金身，确实是多个金身，但是你有什么用呢？
佛爷哥已经杀十个了，但是小龙他们要不了。来，搞条小龙。可打，可打小龙。完了，这佛爷哥要捡起来了，我发现啊，一个一个捡啊。没有用，没有用，我说了没有用，他们不敢上。那牛头我搁旁边，那 AD 不敢上， AD 不敢上，佛爷哥更不敢上。上了，这还上去干什么玩意儿？俺们先撤一手啊！别，千万别让佛爷哥把我们给杀了！太追呀！不上好了哈。Triple kill。佛爷哥杀十五个了。这能上？我寻思他整个金克斯，俺们应该可以。走，峡谷打一个，点了不惯，哎，点了那就，其实没关系，不就是这佛爷哥狠一点吗？多大点事儿呢？他咋的呀？你给我不搭，给我放了。峡谷吧，哎，不追了，每次都越塔不合适。哎呀，我操！你别老乱打呀！你再乱打，我跟你说，一会儿俺们家没了，我跟你。小龙，已经没了。对，已经没了，没了就没了呗。
来，小龙，把小龙打了。不上了，不上了，不上了，千万别上了啊！千万别上了。杰没在哈，不跟他打好了。你们要点我就点，别找人单挑了，你过来打团。那掘墓人没屁用。1000块钱，行。死了三个，怎么没有钱呢？因为全都不值钱吗？我们上当了，我啊！哎呦啊！你这我说实话，不行你就死得了。后撤吧，出装备去，守下中塔呀。来个魔切，其实我还需要一个黑切，魔切配个黑切，最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减伤的装备，我们的减伤装有点少。
他们吧就死完一个，然后剩下的呢就老爱往人野区钻，往人野区钻吧就全死，真。佛爷哥死了，哎呦我佛爷哥死了，啥点死的呢？这大劫可以啊，把高地推了，能不能先拆个高地？快跑！可能追我们来了。这要出啥呀？啊，他要出实线鬼儿。你多少移动速度啊？你好像没法跑啊，老弟。你给我转起来。这佛爷哥这个英雄啊，真是很脆弱。他即使出实线鬼，他都是脆弱，没啥用。靠他一个人根本就赢不了。给我套虚弱干啥呀？我拆塔的，我都不打人，你还给我套虚弱，跟我有什么关系？刚才有人好像说这把没了，我都不乐意骂人，傻逼，稍微练。